边。嗯，这个球给的真的非常的有水准。底线假动作，带给曾品库。上挂时间剩下六秒钟，艾福伯自己带一步的外线起了跳投得分，对，投短了。艾福伯的篮板。艾福伯带过来，抓手了，再一个。坏，不过也有时候这个数据也不见得是坏事，可以说只要不要慢慢离场，这个都表示他们算是非常的积极。是。艾福伯带过来，脚步有。只要不要慢慢离场，这个都表示他们算是非常的积极。是。艾福伯带过来，脚步有点移动，转身的他们得分，投得了。老，这艾福伯体力算很好，真蛮长跑。外围这里的机会，三分球把握住了，来自九十。Davis 后面被戳了一下，球还在云豹这里。小球给 Davis 篮下发进，因为身高的优势。霍华德、陈孝荣、郑伟加上陈品富，艾福伯外线三分来了，攻心破网。我想这个中场的时候，犯规次数是三次。五七四七，转到另外一边，这个球直接被艾福伯给抄走。在暂停回来之后，是艾福伯上罚球线。艾福伯得到十三分，其实分数这个地方徘徊啊，就始终两队也没有办法完全把分数给扩大或追进。那今天艾福伯的双方的助攻次数，台北英雄队十六次，永丰云豹则是十次。今天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失误没有来的那么的多，但是。相较起来，今天的命中率有跟昨天就差很多，是真的差蛮多，尤其三分线的命中率。滴滴摘下防守篮板，艾福伯突破中间，自己上篮放进。今天两分命中率不好。艾福伯把球给抄走，郑伟，艾福伯选择中间的一个突破。自投自抢，在空中把球给点进去，对，大概知道自己的状况的机会被拨一下，这个球艾福伯拿到，高调空中接力，哈文双手扣来，对二，艾福伯盖了火锅，但这个球回给周伯勋了，哇，又在救回来的时候，结果是送到了周伯勋的手上，艾福伯左带右带。艾福伯外线的三分机会，他把握住了。哇，现在比赛不一样。艾福伯自己带在外围，艾福伯突破右边，抛射插板球进。难度高，二十四秒内攻的话最好攻三分，因为你犯规战术。带过来，艾福伯转身带一步三分起。啊我的天哪，你给他他能投进啊，给他就好，没有一球投不进的，对，你为什么不给他呢？